大家好，小猪，欢迎来月回天。今天呢，我要来去哈林哥美国巡回的彩排。那这次的彩排，我们总共彩排了5次，那今天是最后一次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去美国的 LA， 然后去雷诺，然后还有去大西洋城。OK， 那趁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美国用的盘喽。我整个把它 size 缩小了，那目前这个 size 是 Pedal Train 的 Junior。我这边下面有一个 Switch， 这个是 Gig Rig 的 Quartermaster， 我买的是4个 channel 的。那它分别到我4个破音，1、2、3、4。OK， 这颗是 Golden Hose， 再来这颗是 TS808， 这颗是 Gen Ray。啊，这颗是 Wampler 的 Gearbox。那一、二呢，它都是可以同时开的，但三、四呢，我是让它变成切换的模式。好，再来是 Strymon 的 Mobus， 这颗呢就是 Modulation 啦、就是比如说我的 Tremolo 啊、Chorus 啊、Rotary 啊、Flanger 全部都从这颗来。再来是 Strymon 的 Delay， 这颗是 Tape Echo。这颗我觉得声音非常非常的赞，对，我试了好几颗，我觉得还是这颗，最符合我的口味啦。对，它尾音会有一点点脏脏的感觉。好，再来是 UAD 的 Dream 65， 这颗呢算是初登场，对，我只有在录音室用过啦，然后想说去 Live 试看看它的效果如何。对，目前就是我的设定是把它设定在 GB25 这边，对。那测试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喽。好，再来是在我盘子上很久的这颗 Free the Tone 的 ASER， 这个是 Reverb， 这颗真的很赞。然后还有新加入的生力军，这个是 Lele 的音量踏板。它这个音量踏板呢，应该是我用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最 smooth 的音量踏板，非常非常屌。对啊，那整个都变得非常 combo 啦，对，声音也是非常的不错。但是我还在习惯当中，那再跟大家分享咯。Hello， 各位早安，今天是2月15号，我们今天要飞 LA 了。对，现在在准备 check in 当中。小特这个袋子非常的猛啊，带各位看一下，这是 Groove Gear 的，它这样子，然后这边可以直接装轮子上去，可以直接托运，哇，超级帅。然后呢，它的 base 是放在这一层，然后上面这边它就可以放它的衣服啊，还有一些配件之类的，很赞啊。那我的这个 SKB 呢，就是已经用了大概7、8年的 SKB， 里面就是直接放软袋，然后外面是一个硬盒，这样空的。哇，刚在那个外面逛了一下，好像还有蛮多店家都还没有开始营业，不像那个疫情前就是吃的这么多这样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准备要登机了。我们今天搭乘的是华航。Let's go, let's go. Welcome to United States. 经过了11个小时漫长的旅程，我们现在抵达 LA 了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要排队过关，然后出去领行李。我们现在抵达就 LA 附近的一个casino， 那我们这4天都会住在这边，应该是4天3夜啦，住在这边，然后在这边演出。哎呦，这很酷哦 ，Lakers， 哇，冠军戒指。因为这附近什么东西都没有嘛，赌场里面东西又很贵，所以我们想说，去附近的超市逛一下好了，看感觉怎么样。
想想去买一些水果啊、水啊之类的。好了，来逛一波，逛一波沃尔玛。哇！哇，好赞好赞！这葡萄汤也很赞，爽的爽的。再看看还有什么水果。有听说好像上面有 organic 的是比较好的。现在在找寻 protein bar 中。之前有吃过这个牌子的 protein bar， 好像还不错。哇，他们那边里面在刚好在工程啊，对啊，现在烟雾弥漫。那我们还是完成了我们的采购，来看一下我买了哪些东西。瓶装水、高蛋白棒三盒，然后这个是桑葚、椰子汁，还有香蕉两袋葡萄。这个饭店呢，这个东西实在太狠了。他这边只要拿开五秒之后，就直接开始算钱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来开箱一下，喝个椰子汁，吃个葡萄之类的咯。我觉得其实蛮好吃的，它的葡萄蛮赞的啊。我还买绿色的，明天再来试一下。那这椰子汁当然是不错咯。哦，超清甜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刚才开的这个来吃，它是黑巧克力，然后里面有一些果干啊，一些坚果之类的，超级好吃耶，而且是蛮健康的点心。因为这边其实蛮冷的，然后会觉得自己好像需要一点热量，但是我又不想随便乱吃，对，所以我就选择这个蛋白棒。Hello， 各位早安，哇，今天是第二天了。然后呢，昨天睡得还不错啦，因为在飞机上没睡，超级累。然后昨天晚上在那边睡就，哇，一觉到天亮，还不错。我们来看一下外面的景色，天气非常的好啊，对啊，不过气温还是蛮低的，因为他们这几天那个寒流。那我现在来去健身房稍微动一下。哇，外面这边真的超级爆冷，哇，还好我戴口罩，整个空气这冷到爆炸欸。对啊，然后呢，我来之前我还想说，我们应该就到市区不会太远这样。结果，我再查了一下，我们到市区应该要2.5小时吧，2.5小时的车程。所以我就想说，算了算了，那还是待在饭店里面剪片啊，然后处理一些东西好了。哇，他这边外面还有游泳池，但是现在应该是没办法下水了。蛮漂亮的这边。哇，还有高尔夫球场哦。那我要去的地方呢是在那里。Let's go。 等一下彩排啦，来复习一下啦。